戏机的。哎呀，打什么游戏？你不买菜去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我捡了一袋子面。张慧姐，哎，打什么游戏机呀？啊，那清洁工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那孩子学习是第一。你看你要没事儿，你张罗张罗孩子学习，你整天陪着他打电子游戏，干嘛呢你？你到时候清洁工检查作业，我看你咋交差。我有数，我有数。开头在这打游戏机，我忽然明白一个道理。啥道理？这个你想让他听你的，这得他喜欢啥你喜欢啥，你让他信任你，他喜欢打游戏机，你就得比他打的还要好，你这样的话他才能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事情，懂了吧？你还想变回老小孩啊？那当然了。你装嫩呐？他不是装嫩的事儿，你看他两个小孩为什么能够玩到一起，他兴趣相同啊，他能聊到一起去，能玩到一起去，所以说你就得变成一个老小孩，跟他打成一片，引导他往正确的方向走，好吧？哎呦，我还以为什么大道理。哎呦，没文化真可怕呀！别别，哎，大孙子，这个东西挺难玩吧？两只手啊。但是我觉得你打得好啊，你看看啊，左右开弓啊，你这就是神枪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好，这不这个你这人是男的是女的？是啥？嗯，你看看，这里面是不是有小虫子？那好多。就是啊，这小虫子要跟我们家乐抢吃的。奶奶呀，就用这筛子把这面呀都筛下去，小虫子就消灭了，知道了吗？太好玩了，我也要玩。行啊，先去把你的小手洗一洗啊。好，洗干净啊。好。哎，大孙子。我找你，我回来了啊！回来了吧？哎，不是你咋也玩这玩意儿了呢？儿子教的，好玩吗？好玩！你那往上蹦，你得蹦上去，好玩吗？好玩，挺好玩。不是你咋摁这个？哎，到手了吗？你干啥呢？哎，妈干啥呢？你看看你爸啊，都是骗人是老小孩了。你看那一脸的老菜帮子、褶子啊，还装嫩呢！走！哎，走！你玩儿啊，爸！走！哎呀，新买的面拿出来筛呢！你看我这刚买的。你去把手洗一下，过来帮忙。干啥？你让我给你筛啊？走！哎，来，过来。那个，正好你把你那个小眼睛瞪大了啊！帮奶奶好好筛面，听着没有？我是大眼睛。哪儿大了？哪儿大了？帮你奶奶筛面啊！爸爸跟你爷爷玩会儿。走！哎，走！这样咱们笑出来。哎，你看你掉下去了。你要累了，你这。哎，我来要点面粉。慢点。来，咱俩一块摇。哎，干嘛呢？这可吃了闹肚子啊！我就吃它。哎，不敢。你是不是吓唬我呢？对呀。走。
看你弄的，哎，小心啊。这个剑，你儿子没教我这个呀？这个剑，哎，他没说过呀。这是啥剑呢？这小破孩。哎。啊，哎啊。好好玩啊，爸啊，我擦把脸去啊。行了，别给我浪费粮食了。算了。什么呀？这是整的。兔崽子，刚才他就没救我。妈，你别生气了啊。爸这次是过分了点，不是过分了一点，是太过分了。对，我爸也太过分了。但是妈，我爸现在不是病了吗？你多担待着点，让着点。您别回头把您气坏了，那我多心疼啊！行，让他回家，等他出院的时候，让他直接搬到你们家去住。啊，他不是喜欢吃那个你婆婆做的饭菜吗？我让他天天吃。这跟我婆婆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没你爸爸这样呢。哎，你婆婆就做了那么一次饭菜给他送过去啊。啊，满嘴的，哎呀，人家贤惠。美德啊，恨不得给人家发个奖状，啊！我呢，我天天辛辛苦苦的上班，我挣钱，不是？哎，我完了回家还得做家务，我伺候他半辈子，他为什么就不能说我一句好啊？我一点好都没有吗？谁说的？妈，您是不知道。我爸从来都没当您面夸过您，但是他经常跟我说，说您这儿好啊那儿好，好多地方多得不得了，真的。他会说我这么好啊？啊，鬼才相信呢。是你爸爸啊，就吃了人家一顿饭菜，完了就开始夸人家了啊，说人家什么啊，勤劳、能干啊、节约。那什么意思吗？那就是我不勤劳，我不能干，我不节约。不是，我要是那样，你干嘛呢？那你可以不找我，对不对？你完全可以找一个那个啊，勤俭啊，节约呀，什么能干呀，你可以找王丽英、刘丽英、张丽英，你可以去找啊，满农村都是啊，他干嘛要找我呀？你能不能不晃我？我本来就头够晕的。好好好，不晃不晃不晃，妈。你是吃我婆婆的醋啦？你有毛病！我吃她的醋。大孙子，开始背唐诗了。快，爷教你背唐诗啊！开始背唐诗了。背啥？唐诗。我知道唐诗是背什么名字的唐诗。锄禾日当午，小虫真辛苦。不对，对，好好背，不行打你屁股了。都不对，好好背，我打你屁股了，快听话啊！锄禾日当午，小虫真辛苦。说什么呢？锄禾日当午。天哪，真辛苦！哎呀，捣乱！捣乱！锄禾日当午后面是什么？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后面呢？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是排除他，粒粒皆辛苦。哎呀，真聪明，真棒！哎，那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？知道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让我们要爱惜粮食，不要浪费。是吧？那谁呀、啊？那个每天那个饭呢、啊、什么的都在那剩着，那是谁啊？我呀。那对啊，那你这不就属于浪费粮食吗？那农民伯伯多辛苦啊！啊，以后还浪不浪费了？不浪费了。乖儿子，来，爸爸给你点了个赞。哎，停！好。粒粒皆辛苦。妈，您真的不应该吃我婆婆的醋。我婆婆呢，虽然是做饭好吃，但是她哪能跟您比呀、啊？而且啊，她天天跟我念叨，哎呦，说羡慕您高贵，啊，有气质，干练，还可
看您长得漂亮、大，又是个大医生，那羡慕得不得了，死去活来的。说我高贵啊？啊，说我有气质啊？对呀、啊，这是你婆婆嘴里面蹦出来的词儿啊？差不多，我总结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妈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千万别生我婆婆的气。那我婆婆是会做饭，但是你想啊，这女人谁愿意没事在家做饭啊？那都是伺候别人的活。再看看您，一辈子十指不沾阳春水，那活的叫一个滋润，是不是？这么说吧，我听到我心里面，我最起码舒坦一点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哎呦哎呦，离远一看，我还以为是姐俩呢，好亲密啊！讲什么悄悄话呢？没有，我妈这是郁闷了，我开导开导她。瑶瑶，到那边去玩啊，爷爷讲几句话。哎，淑华，我看你这个情绪有点不大对头哎，有什么不好讲的话可以跟我这个老闺蜜讲啊。没事。啊，对了，天德，我问你啊，啊，你吃过我做的饭菜对不对？ 你觉着我做饭菜好吃不好吃？你说。这个问题你得让我想一想，我吃过你做的饭吗？你忘了？不是你跟那个桂琴谈恋爱的时候，嗯啊，有一次你下班，下了班以后回到家里说没饭吃，然后跑到我那儿，啊，我不是给你亲自下的厨吗？你忘掉了？哦，哈哈，你要是不提，我还真的给忘掉了啊！吃过的，吃过，吃过。哎，你看看，吃过，吃过是吧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味道怎么样？味道啊。好极了，好的不得了。哎呦，你看看是有人欣赏我的对不对？所以你爸爸那是什么？你爸爸那就是别有用心，我跟你说。老陈怎么了？咱不说老陈，天德，哎，什么时候你有空啊？嗯，我再好好的给你做一顿，要让你尝一尝我的手艺。啊啊，什么啊呀啊什么呀，你乐不乐意嘛？乐意。我相当的乐意啊！哎呀，我求之不得呀！你吃过我那个亲家做的饭，亲家母，饭菜你吃过没有？好的，一般般。不是的，我无所谓的啊。你说好也行，不好也行，无所谓。我，然后给你做一顿饭，你呢，做个公正的裁决，把我们俩的饭菜摆在一起，你评判一下，到底我们俩的手艺谁更高一筹？哎呦，那还用评吗？两个人做的饭往那一摆，我就肯，那这个当然你肯定是第一啊。啊，他做的一定不如你，啊，不过这个裁决我还是要给做了啊。你要做公正的裁决。哎，是，一定公正啊。刚才讲到亲家母啊，哎呀，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讲还是不讲，不讲吧，我这心里很难受。哎，讲了你们别往心里去啊。今天我们家有半袋面粉已经生虫了，我觉得不好就把它扔掉了。可是你们家亲家母把它给捡回去了。我跟你讲啊，生虫的面粉不要吃的，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。捡回去了？是的。不知道。哎呀呀呀！哎，小心点儿。哎呦，给我擦！哎呦，爸！哎，慢点，啥事儿吗？哎呦！停下！妈，亲家母啊，你在干嘛呢？没干嘛。淘面粉呢？是，我让家乐给我挑点虫子，都弄完了。你这面粉是从哪里来的？买的呗，面粉还能从？我捡的。捡的吗？你怎么能去捡面粉呢？还是从垃圾桶里面捡的？不是垃圾桶，是在垃圾桶的旁边。那不一样吗？我都收拾干净了，你看，挺干净的。干净的面粉它会长虫子吗？会吗？
不是，就俩虫子，就是晾晾晒晒就没事了。亲家母，亲家母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？啊，是我们家缺钱买还是怎么着？我跟你说，可好是你拱叔扔的啊！你说要是别人扔的，让人家看见了，这不是让人家笑话吗？哎，不是，亲家母，你听我说，我觉得你看这面扔了怪可惜的，就是晾晾晒晒就没事了。亲家母，这吃的东西，你来人给我。别，不能给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不是，青年国，你别生气啊，你也别追他了。你知道吗？小英子年轻的时候是我们村里的这个铁姑娘连连长，三八妇女红旗手。我跟你，她可那个什……你干嘛？是不是你撺掇的？这是你让她捡的，对不对？青年国，我跟你说，我好几次我想说你。我每一次想说你，我都忍了忍了。可是你这次，你真的是太不像话了！你，我跟你说，上次薇薇给你买的披风，我跟你说，妈妈妈妈妈妈妈，我出人命，我出人命！你上面去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妈，对不起，我犯错了。不不，这，哎呀，心急了。好了好了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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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谁说没事了？哎呀，谁说没事了？亲家。我跟你说，你别以为那个皮，我知道我不说那个，你赚了200块钱是吧？你以为那么多便宜可以让你占？上海没有那么多便宜给你占，你知道吗？你这，你干嘛你？你占小便宜，你是要吃大亏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说话少。就是这样，让我们爱惜粮食，珍惜粮食，还让我背什么粒粒皆辛苦？你们要把面粉扔掉，哼，这太不像话了。对，听我儿子，不扔了，啊，不扔了。对，是不扔了，不，但是以后也不能再捡了。就加了那个渊博这几年真的是没有白教育他，哎呀，真乖，真懂事儿。那个，你看看这个，我们家家乐说的对啊，家乐这么小都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咱们确实做的有问题，是吧？对。那这样吧，咱们大人集体向小家乐说声对不起，道个歉，行吗？对，对不起。那个以后我们谁都不浪费粮食啊。爷爷，是你扔的面粉，你也干错。家乐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以后再也不扔粮食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但是你们两个小东西，也不许剩饭。我们保证以后把碗里的饭碗都吃光光。好。对，我保证。好。
大孙子说出来的话，大人都说不出来，节约粮食。那孩子懂事，我当然高兴了。我就是觉得，你说这小东跟那个亲家母，怎么那么怪呢？怎么那么怪了？怎么了？不是，我寻思的是不是跟那皮衣有关系呀？你看那个亲家母一说到皮衣，就跟那紧箍咒似的。你看小东那个紧张样，上去一把就把他嘴给捂上了。不可能，你别瞎想了。是的，我就觉得那。亲家母，来了。哎呀，我给亲家公送饭来了。坐。啊，那个，我马上就完了啊，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去。哎，干嘛呀？看着我不说话，一直在笑。亲家母，我一直琢磨，你说那个薇薇给我们老两口买了两件那个嘎嘎新的大皮衣，哎呀，被我一转手卖了1000块钱。 虽说赚了200哈，哎呦，没卖赔吧？说不定还能多赚点啊！多赚一点？不，你在想什么呢？那个，真的没卖赔呀？你问这个干嘛呢？啊，我随便问问。 算了算了，过去的事儿了，不提了。也不是，亲家母，哎呀，你说这事儿搁我心里吧，我真的心里挺难受的。要不，你告诉我，你让我心里啊也清楚点啊。不是李毅，你是不是又想卖家里面什么东西啊？不，不是的，我告诉你啊。 这占小便宜，你永远要吃大亏，这是道理，你知道吗？你得记住了，以后这种事情不允许再发生了。哎呀，亲家母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不是想卖家里的东西，我就是想问问。看见了吧，家乐啊，这些小朋友不听话，怎么样？有病了，到医院了，又打针又吃药，哎。 你说你要是病了，你外婆得着急死的。我跟你讲，干什么呀，龚老师啊？当老师以前你是修理自行车的？没有啊。那你老拧我们孩子这脸干什么呀？你老拧着这个脸，它容易流哈喇子，而且吧，你拧着拧着这个脸吧，它就往歪里长了，还得往长里长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这是？怎么这个话到你嘴里边一讲出来，它就那么不好听？啊？哎，我拧一下怎么了？ 家乐是我从小拧到现在的，这个脸长得也没有歪啊，这不很好吗？是不是？来，再拧。来，你不要来啊，你那不是手，你那简直就是钳子。哼，你还知道啊？跟二老爷在一起，爷爷上趟厕所啊，不许再拧我们孩子脸了。哎呀，快去吧，快去吧。哦，懒驴上磨屎尿多。哦，看你外婆去啊。啊。 还拧一下脸就歪了，哎呀，真是！哎，一会儿就要见到外婆了。
家了，你怎么老打嗝啊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二老爷专会治打嗝，只要我一拽你的耳朵，就不打了。哎，别跑！哎，来了，看看谁来了。怎么回事，静啊？啊，在外边一直打嗝，吃药吃的。吃药吃的吃什么药啊？啊？这谁给你的？二老爷捡给我吃的。哎，嘉哥不要乱讲啊！二老爷什么时候捡了药给你了？不是你吃了多少？不知道，大概一瓶吧。一瓶？我天哪，这是那个妇科药啊！武天德是怎么回事情啊？你怎么会乱捡药给孩子吃的？这万一要吃出什么危险来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没完啊！哎，淑华，你要冷静啊！他有可能是开玩笑的。什么叫开玩笑的？我没给他吃吗？没给他吃，这药从哪来的？我搞不懂。孩子说的清清楚楚，是你给他的吗？武天德，我跟你说，你带孩子去了这，你原来带瑶瑶的时候，你就是粗心大意的，粗粗拉拉的，有了上顿没下顿的，我不爱说你，因为这是你的孙女。不是，你说你，哎，这是我们家的孩子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可以这个样子啊！淑华，你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？不然的话，我冤枉死了我。太好玩了，我忍你好久了。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啊？你还呀，你们怎么了？大老远的就听见，这楼道里都能听得见。不是王有才，我问你，，刚才孩子在你手上的，怎么会跑到洪天德的手上？你是不是有点不负责任啊？不是。我刚才上趟厕所，这不让那二老爷看一会儿吗？老王，哎，你必须给我作证。刚才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的，对，嘉乐在我这手边，我没有解药给他吃吧？你必须作证，不然的话我冤枉死了。那不可能的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在厕所的时候，我都看见你了。不用作证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洪天德，兴许你这个乱捡东西的毛病，是不是跟他们夫妻俩学的？我没有乱捡啊！杨小花，你啥意思？这事都过去多长时间了？你叨唠叨唠，你还没完了？你不成天跟孩子说粒粒皆辛苦吗？那个东西捡回来能吃就吃了呗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勤俭节约吗？不要浪费粮食吗？我怎么了？勤俭节约，你这是笑话的？捡来东西勤俭节约啊？捡的都能吃就行吗？哟，我说你们夫妻两个人特不讲道理，我真不爱说你们。谁不讲道理啊？李黎，微微给你买了20000块钱的皮，你把它1000块钱卖掉了是吧？还愣说自己赚了2000。不，你说什么呢？80000块钱的东西怎么到你嘴里就变成20000块钱了呢？发票作证。发票还有假的呢？那行了行了行，都是假的，行吗？你可以去问你的儿子，好吧？问你的儿子王东，来，赶紧的，跟外婆去洗胃。我不去。不洗，不洗胃会危险的。没有，来，赶紧的，我不去，跟外婆去洗胃，特危险，这孩子，赶紧的，洗胃。哎，我不危险的，外婆，我是骗你逗你玩的，我其实没吃药，我知道的，外面的药不能乱吃的。你真没吃药啊？听见了吧？听见了吧？啊，这孩子，啊，随便开玩笑，这还得了吗？这个。这怎么教育的这孩子？你怎么总是说谎呢？不吓死几个你还不罢休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哎哎，这小英子，怎么回事？小英子，哎，大夫，快来人呐！大夫，这个恶作剧也太不好玩了。我本来是想整二老爷的，结果奶奶怎么晕了？这也太不符合逻辑了。奶奶，好奶奶，外公已经住院了，你不要再住院了，好不好？嗯，哎，亲家母，亲家母，妈，妈，奶奶，听说小英要染刺儿啊，哎嘿呀，哎，奶奶醒来。奶奶醒了！哎呀，我的两块钱呀！2000块钱没。妈，不记得我吗？妈，怎么又昏过去？英子，没事儿啊。刚才那个亲家母跟医生都看过了，你就是一着急一上火。这个血呀，整不到脑袋上去了，好好的躺一会儿就好了。你看，大伙都在这儿呢。
了，家里不应该搞了个日下午，妈妈都打姑姑屁股了。对，我都已经教训他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好吗？你打死我了，不怪打死你，都怪我。儿子，我为了那200块钱，把我妹妹给我买2万块钱的皮衣给卖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妈，就2万块钱嘛，没事儿。2万块钱。妈，老头子，哎，我2万块钱我就卖了1000块钱，我卖了19000。没事儿啊，哎，没关系，不就19000吗？钱的事儿，问题我真的也不能全怪我，对不对？你说你要是说实话不撒谎，咱就没这样的事儿。2万块钱，你干嘛要骗你妈是800吗？妈，我当时不跟你说过了吗？我就说这个钱的事儿你不能说，你说钱，我妈她就得抽你。那你为什么你要跟她说这个？你看现在她不就这样了吗？我是提前给你们打过招呼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们，妈，不要骂妈，不要问妈，我不会不会，转移，脑子里头别想钱啊。想咱们家，想那个，在那遥远的小山村，小呀小山村，那是我的故乡，鸡鸭鹅成群。不行，妈，放空。妈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需要什么？需要放空，冥想，什么都不要想。不要想，去见妈。安静，我来跟他说几句啊，听我说啊，金天宝，你听着啊，陈老弟跟你说两句啊，你说你老责怪自己啊，其实你就是不了解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你啊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女人啊，你说你心地善良，为人忠厚，是吧？长得呢又端庄大方，是吧？你的优点很多很多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别说，你做的菜那是真好吃啊，你知道吧？你做的菜呢是我呀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菜，吃一口你做的菜呀，那是食有余香，回味无穷啊。李英啊，你以后醒过来还要跟我做菜吃啊，是吧？那是，哎呀，我一天吃不到你给我做的菜呀，我的心里那是久久的不能平静。我现在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情，每天晚上睡着之前的。我说错什么了吗？你没说错什么？没有。你劝他。行了，你干嘛？你都看着我干嘛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可坚决不回医院啊！我身体好着，我干嘛回医院？不是，那你说你没病，你能一下子就晕倒了吗？我不是你说的吗？我就是那个血液没供上大脑，我这一着急，那我现在也不着急了，对不对？我这血液也供上了，没事儿了。你看，我怎么摇也没事儿吧？这跟你摇不摇没关系啊。我觉得呢，为了安全起见啊。行了。什么呀？别说那么多了，妈真的身体挺好的啊，你放心。出什么医院啊？真是的。哎，金建某啊，你看这清建工不是也住医院了吗？完了，我再住医院。这一天你们什么都别干了，都往医院跑，都伺候我。大家都往医院跑，也集中，对吧？那个，再说你跟我们家渊博也可以做个伴儿嘛。清建某，哪有住医院做伴儿的？真是啊。我好着呢啊，我这一年连个感冒都没有，那住医院，妈呀，那得花多少钱呀？
打针花钱，吃药花钱，跟我一块儿在病房那个女的，她老公一天一万呢。我的妈呀，那一万块钱，我天哪！妈，那是绝症，你又不是绝症，你怎么能花那么多钱呢？咱有卡。行了，别提钱了，再提钱我真的我心脏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哦，乖乖乖，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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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提钱了，哦，更别提钱，不提不提，好了，你想干啥现在？我给你们做饭。哎呀妈，你别，行了，我做饭去了啊，不说了，我一做饭就好了啊。你这身体刚好，你别做饭了，你这还做什么饭呀？要不我去帮帮他。好好好好好。外婆下厨房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亲家母啊，你这不行，你这样洗手，你等于是拿自来水冲了一下啊。那怎么洗啊？你知道我们每天，你知道吗？每天我们从外面回来，特别像我从医院里面回来，这个手必须要洗得彻彻底底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知道，每天我们这个手啊，可能粘附着40多万个细菌。在一个小时之内啊，你不由自主，你会碰到自己的鼻子、眼睛、那个嘴巴。你想想，上面沾了那么多的细菌，要碰到，你说多不卫生啊，多脏啊，所以必须得把它洗得干干净净。哎，好好好，哎呀，为了我孙子的健康啊，亲家母，今天你说啥我都听你的啊。你把水先关上。嗯，来来来，你先弄点洗手液。双手合十啊，对，5下，1、2、3、4、5，对，然后交叉。1、2，你别看着我，看着自己的手。1、2、3、4、5，把这中间的这细菌洗掉它，翻过来，手心对手背。对，1、2、3、4、5，再反过来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来双手合十，这样弯过来，洗大拇指。要洗洗干净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开始洗手腕，洗手腕，对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，对，洗干净以后，你看你的衣服袖子，在洗手之前把自己的袖子先撸上去。你现在上面全沾着这个洗手液呢，对不对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这样子行了吧？好了吧？冲干净吧手。哦，好，必须要把它冲得干干净净。对，来搓。对，冲干净。哎呀，谢母啊，好，你今天说啥我都听你的啊，为了我孙子的健康。行了吧，都洗干净了。佳乐，奶奶给你做饭啊。怎么了，亲家母？我脸重新洗，你为什么要往身上擦啊？哦，好好好，我再洗。看准了再打。我跟你说了，别着急，一定要沉住气，啊，看准了再打。没有。你看看，爷爷不跟你说了吗？你得沉得住气，看准了再开枪，啊，你看看，又完了。完了，可以继续说服我。好好，再来。哎，亲家母，你快去到客厅坐着吧。你看这儿油烟又大，多热的。我一会儿就好了。你这是做的什么呀？炸酱面啊？啊，炸酱面。放这么多油啊？哎呦，这炸酱面呀，不放油多啊，不好吃。不是油太大了，它不健康啊。你每天给家乐就是这么做饭的？给家乐做饭呀，那花活可多了。这孩子啊，挑食，不好好吃饭，我每天啊得变着法儿啊给他做。
这是干什么啊？这是干什么？不是，人家刚出来的面条过过水呀、啊。亲家母，这过了水的面条才筋道。不是，你过水你也不能拿自来水呀、啊。